来ましたよ。我出马，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习惯的节奏，准备好了。是我习惯的节奏，劳逸结合，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祝贺你们的实验一次成功，提安娜。谢谢，这种使用力量的方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很幸运能一次搞定。Bronya 希望这次的经验以及实验结果都能够在未来给大家提供一些独特的帮助。但即便不能如愿，探索本身也是自有其意义存在的。天命过往获得的经验都是对抗绿者的方法，至少对我来说，像这样接近慢镜头的观摩绿者使用能力给了我不少在协同作战方面的启发。你是指你和我们在未来一同作战时的战术吗？当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之前不灭之刃也和雷之绿者进行过协同作战，不过由于互相之间缺乏足够的了解，实际的效果并不理想。雅依，他说的应该是珊瑚岛事件时发生的事吧？不瞒您说，我们当时写了30000字的复盘报告，连主教大人都觉得幽兰戴尔大人是不是反省得太过了。怎么了？是主教大人的通讯，我接到公共频道版。奥托，修伯利安的朋友，以及我的女武神们，大家下午好啊。对绿者核心的研究还算顺利吗？爷爷，你不是说已经没事要找我们了吗？哎呀，德丽莎，今天好冷淡啊。还在生我之前杀死那个复制人的气吗？你们明明早就原谅了丽塔，却对我……好了，不开玩笑了。我现在确实没什么事要找修伯利安的各位。我只是有任务要交给天命的 S 级女武神们。是与你之前说的旅程有关吗？反应很快，不愧是幽兰戴尔。没错，我现在已经将一切准备就绪，你和丽塔只要来帮一个小忙就可以了。好，对了，不灭之刃的其他队员们，你们都可以留下来继续帮助我的孙女。
毕竟他很快就要接任天命的大主教了，大家提前熟悉熟悉业务也是很不错的。这么说来，对于各位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这应该是我与你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呢。瓦尔特先生是不是也在和大家连线呢？实在对不起，我当年没有让你们在纽约过一个愉快的感恩节。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对你表达歉意，甚至设想过很多方式，比如找个纪念碑当场跪下，为你表演一番不过既然这么多年都已经过去，你其实也不怎么需要这种巧。这就是你在上路之前要对我说的话？那不然说什么呢？换个例子来说，你觉得事到如今的 K-43 还需要我为过去的事情？你们都是很完美的英雄人物了，想必不会这么小家子气吧。主教，先不论你说的话有没有问题，空之律者，不，心言之律者，他有自己的名字，他不是什么 K-43， 他就是 Kiana Kaslana。 好吧， Kiana Kaslana的确也没问题，毕竟这个名字的真正主人在十年前就已经变成那样了呢。德丽莎，你好像有什么话想说。你没关系，德丽莎，你不用勉强自己去说点什么。你的爷爷做过很多不讲情理的事，接下来对你们来说或许还有惊天动地的事件录，到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就不该把哪怕一丝一毫的感情浪费在你爷爷身上，正面也好，负面也罢。这是什么意思？你的旅途究竟会带来什么？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所以我没必要在此专门加以解说。放心，尤兰戴尔、丽塔，来卡斯兰纳街的晨曦观景台向我报道，我需要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其余的各位我们好聚好散。这个可恶的老东西，他那还算是人话吗？要不是鸡窝头捂住了我的嘴，我卡斯兰，他使用那样的说辞不外乎是想激怒我，但如果他真的要就此一走了之，他又何必激怒我们呢？所以你是说他可能仍在我们身上有所企图？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那么确实可以解释他今天所有的恶劣表演，激怒我们，甚至激怒他身边的其他人。这究竟能有什么好处？又怎样才能帮助他达成目的？而且那个人自称的目的仅仅在哲学上也同样令人生疑。如果他只是想去平行世界寻找另一个卡莲，那某种意义上来说，德丽莎女士，请恕我冒昧，他成功制造出的卡莲复制人，甚至还不需要让他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很在意成功之前说的不变的自由意志和确实只发生过一次的选择，他似乎在暗示一种相对性。要是长光还在这里，我们倒可以继续问问他的看法，毕竟他作为实际上的执行人参与了很多天命的空间实验。他认为主教是真的要利用第二神之剑离开这个世界，也认为就如奥托所说的一样，这件事本身不会对我们的。但那毕竟是主教大人啊，技术人员可能会认为他没有说谎，不过对于各位而言恐怕未必。空之律者的觉醒事件或许就是前车之鉴。那么你们真的还要按照他的指示去向他报道吗？也只能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了吧。那可能是个圈套，但如果不去实地了解，我们确实也很难阻止潜在的风险。有一点请各位放心，现在的主教大人已经并不能代表整个天命组织了，从他宣布辞职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必须将德丽莎大人的立场也一同考虑进来。至少我可以保证不灭之刃
绝不会将各位再次视作敌人。但你们自己也要小心，如果奥托一旦发现你们无法为他所用，他可能会对你们做出非常残酷的事情。你是指雷安娜前辈，对吗？你知道这个名字？有一位朋友和我讲过他的故事。我知道他曾经是黑渊白花的使用者，也大略知道他和逆商之间的关系。雷安娜是一个好人，在那个时期，他和我之间的分工其实有点像如今你和丽塔这样的感觉，只不过那时的我并不喜欢和人交朋友，所以和他也谈不上有多么熟悉。他是一个斗士，是一位真正的女武神。如果你们认识他的话，你们就知道奥托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斯文败类了。主教的确对逆商做过很过分的事，这是天命最黑暗的历史之一。好了，不管怎么说，在此时此刻追溯历史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尤兰戴尔还有丽塔，如果你们认为现在回去接触我的爷爷是正确的选择，那么只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会非常谨慎地去应对。不过那毕竟是擅长谋定而后动的奥托阿波卡利斯大人，所以各位也需要提高警惕，做好。我们会以最高标准执行警戒，但愿接下来一切顺利吧。加油，天命最强的 S 级女武神。谢谢，你也加油，星炎之律者。人沿着这条路不断向前。到我了，李小姐，你也在这里？还是用全名来叫我吧，被你客气总让我觉得哪里不对劲。主教果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吗？难怪他要求我不能随意接近你们和秀伯利安的那一行人。主教大人似乎想对我们也保密到最后一刻。总觉得事情似乎变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复杂一些了呢。毕竟就在昨天，他对我还说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名词，像是什么虚数之术、高维空间，还而且好像还和时间很有关系。小镇里的那些现象应该就是他刻意引发的。他有和你说过自己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吗？这我倒是从一开始就知道，或者说在500年前就感觉到了。天命不是有一位被称为圣女的女武神卡莲卡斯兰娜吗？你们应该也知道他是罗刹，不，主教的青梅竹马。
怎么说呢？他对那个人的思念，甚至会让我感到十分落寞。很久以前，在沙漠里，他一个人就那么孤零零的一坐一整晚，你们应该能明白那种感受吧？所以，你认为他是认真的？他是真的为了复活卡莲卡斯兰娜而在这里精心布局？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让你们觉得像开玩笑了吗？他一直都是很认真的呀。而且，他之所以会把我从深层休眠中唤醒，也是因为他的复活计划进入了最终阶段呀。李苏商大人，您是说，您最近被主教大人唤醒的这件事本身，他已经有相当的把握，可以复活500年前的圣女大人了吗？嗯，是呀，毕竟这是他对我的承诺嘛。承诺？你们应该也知道，在500年前的一次事故中，我受了重伤。在当时，那种伤势很难彻底医治，所以罗刹人，主教让我进入深度休眠，直到他想出治愈我的办法为止。不论在其他方面他的个人评价究竟如何，就事论事，他毫无疑问是我的救命恩人。而500年前，在他问我，如果一切顺利，希望在什么样的未来再度苏醒的时候，我出于对他的好奇，没有选择人类战胜崩坏的时代，而是选择了你达成自己愿望的时代。那时的我，的确很想见证他实现自己梦想的一刻。这也算是某种莫名其妙的私心吧。也就是说，照此推论，如今的主教大人很有把握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是这样吧？而且多半也有人会因此遭受无妄之灾，之前的空之律者事件听说就是如此。你打算阻止他吗？不，很遗憾，我不能破坏自己对救命恩人许下的诺言，更何况那个人还已经对我信守过了一次他的承诺。你想，他完全可以不治疗我，不唤醒我，不是吗？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真的想去阻止他，那么我也不会为此而阻拦你。你是说，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不管发生什么形式的冲突，你都打算恪守中立，两不相帮？哦，那也不尽然。我会选择帮他打一架，就一架。这下打完，我们就彼此扯平，谁都不欠谁的了。但那时你也仍是天明的女武神，李素商大人。嗯，你说的没错。如果那时我还有力气的话，就掉过头来帮你们收拾那男人留下来的烂摊子吧。他肯定会留下一个烂摊子的，对吧？去年空之律者的实验后，小规模崩坏此起彼伏。不灭之刃在全球连续出勤了3个多月，才将他们逐渐。虽然我们也可以说，空之律者的复苏是必然事，但我们也毫无疑问的清楚，这一切都肇始自我们自己主教的计划，是因为我们天命自己需要空之律者的力量。你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第二次，对吗？当然，天命组织的最终使命是消灭崩坏，这一点。或许为了消灭崩坏，我们必须充分研究崩坏，但我们毕竟是天命，不是逆商，更不是我们不可能毫不在意进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嗯，我相信你是在认真地思索这些。我相信从你的角度来说，他们就是你之所以为你的某种证明。只不过人类是自由的，所以对其他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为他们的证明也会多种多样。对于这个时代的世界，我或许只了解了几个月，但这也足以让我明白，人世当中的相同与不同都是非常普遍的。而或许就是这些彼此相似又截然不同的观念差别，造就了这个纷繁残酷。而总之，我无权干涉你的行动，但是你也不应该期待我的决心出现任何形式的动摇。只要这种决心带来的是竞争与试炼，而不是仇恨和毁灭，那么从结果上来说就一切还……嗯，
算是吧。人和人不一样是很正常的嘛，又不可能说好人都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而坏蛋又都从另一个模子里刻出来。而且对于不同的人而言，谁算好人谁又算坏蛋，这本身也会完全不同吧。所以你认为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就好？我师父以前说，人人要是都想的一样，还有武功干嘛？世界就是在这样的摩擦和碰撞当中不断前行，反过来又塑造了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坚持没有原则的家伙，师父从来不放在眼里，可好像他自己就是个特例。没有坚持好像就是……总而言之，如果我决心对主教的计划打破砂锅问到底，你是不……没错，虽然500年前的我的确希望见证他实现自己愿望的那一天，但仪式归仪式，我并没有理由插手你们之间的任何纷争。当然，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动手阻止他，那么你自己进，无论他的计划究竟包括哪些细节，那都代表了他500年来的……我知道。好了，该说的话我好像也说完了，大家一起去找他吧。毕竟我们其实还不知道那个人想安排我们做什么。轮到我了。开始行动。披风变长了，还有些不习惯。是我习惯的节奏，准备好了，是我习惯的节奏。准备好了。是我习惯的节奏。到我了。大家好啊，我亲爱的 S 级女武神们。全体保持沉默吗？好吧，不过如果是我最近的所作所为让大家感到厌烦，那么请……毕竟作为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我现在的表演欲确实非……对不起我的女武神们，请原谅你们主角。所以你确实要前往另一个世界，它的代价是什么？代价。的确，凡事都有代价。不过我想，我的确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严格来说，我并不是要前往另一个世界。我的终点是世界的彼岸，它属于世界之间的界限，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重新定义时间的地方。有更简单一点的说法吗？你上次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听懂你到底要怎么做。好吧，那我们还是来打一个比方。当我们在沙滩上行走的时候，会留下一串串的足迹。当我们回看这些足迹的时候，不过虽然沙滩上的脚印很好辨认，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事情却会复杂的，想象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吧。那座花园里的每条道路都由不同的分支合并而来，又各自延伸出新的分支。而回头看去，我们的脚印却已荡然无存。现在，既然我们各自的头脑中都出现了这样的一座花园，那么不妨让它来代表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时间。
时间的花园永远分叉，通向无数的将来。而当我们将这些分叉的道路合并在一起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它是一棵无论树根还是树冠都会无限延伸的大树。这棵大树，它不存在于任何我们能够直接接触的维度，因此我们称呼它为虚树之树。先行者曾经对我说过，虚树之树上存在着无数的平行世界，能观测到无数个不同的我。的确，但虚树之树的机制远比单纯的串联平行世界要来得轻。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时间会在虚树之树上分叉。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个事实所用，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办法在虚树之树上自由行进，那么时间也就可以在我们的面前倒流。但在现实当中，我们从未听说过时间可以倒流。当然，因为它的确很难。你应该听说过虚数之数与量子之海的竞争关系，正是这种竞争关系为我们定义出了时间的方向。而时间与其他维度的本质性不同，既然时间的方向不容违背，那么你又打算如何让自己的时间倒流呢？我没有办法让时间倒流，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时间不过是虚数之数的生长方向，除此以外并无其他意义。所以只要我们能操纵虚数之数本身，那么重新选择让世界生长的点位。这是什么意思？不是操纵时间，而是操纵世界。我们现在能稳定感知到时间的流逝，是因为我们与虚数之数的生长自然地达成了协调一致。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可以把虚数之数的生长点倒推回500年前，500年前的世界就可以抛弃我们所在的此时此刻，抛弃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未来，以它自身的那个时间为原点，从新的基准开始。抛弃，重新演化，那我们现在的世界会怎么样？其实并不会怎么样。从结果上来说，这种抛弃是相互的，你们自身的存在不会消失。你们熟悉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无中生有的好事。当然，但对这件事来说，需要支付的代价与你们无关。好了，任务的前置解说到此为止，接下来的事才是我需要你们帮助我看守晨曦观景台到丹妮小径之间的区域，阻止一切人员进入。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我需要对虚数之数进行非常精密的针对性操作。你们也知道我很容易被人误解，所以我并不想在这段时间里被任何。可是吕素商，你负责控制晨曦观景台和沙尼亚特桥。丽塔洛斯威瑟，你负责控制圣女广场、阿尔卑斯街以及丹尼小径，我会给你提供必要的辅助力量。刘兰戴尔，你留在当中机动。命令传达完毕，解散。一下，养精蓄锐。
希望今天的对手别让我太失望。该我上了。的确和你之前的预测一样，支配律者的虚数起点也是一个由几何构型的环状结构。长光曾经推测说，由于支配剧场的原因，这个律当然是考虑到了才说的呀。你这个鸡窝头，你自己看看这里的数据。推测环状结构半径约等于十个数量级的普朗克长度，置信度四个标准差，十个数量级。对啊，这也太怪了吧。就算像第一律者的起点一样小到只有一个原子核的大小，那也是二十个数量级的普朗克长度啊。差十个数量级也就是一百亿倍。再怎么像额外维度泄露也达不到这么夸张的结果吧。除非他的律者全能只在那些额外维度里生效。只能在额外维度里生效吗？是啊，那怎么可能？他至少能向外辐射那些傀儡线，把自己的一部分全能注入那些傀儡当中啊。特斯拉博士，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在我们进行律者对撞实验之前，支配律者的全能或许已经向额外维度坍缩了。我的意思是说，或许有人对支配律者的全能进行了人为干涉或利用，以致那有机会这么做的不是只有一个人吗？快通知德丽莎，就说奥托已经把支配律者的全能给彻底偷走了，麻烦大了。剧作家说，凡以不义开始之事，必由罪恶使其巩固。小说家说，一个人不是在该死的时候死，而是……但诗人却说，奥斯曼迪斯什么也没有留下，他的废墟寂寞而又荒凉。有种奇怪的力量让我不能动弹。